宝宝你们好，我是露丝。最近呢，我一抛照片，允许都是粉口红口红口红，色号色号色号。今天呢，我就要给你们安排上。我一般会涂比较清透一点的颜色跟质地。最近用的最多呢，就是完美日记名片唇釉，新上的水光系列啦，一共有六个颜色，都非常非常适合夏天涂的颜色，满满的水光感，盲买不出错。我给你们挑了两支我最近用的最多的色号，它在设计上很有创意，每张名片上都用了一句想对朋友说的话。第一支 I got you。我现在嘴上涂的就是颜色，很温柔很温柔的白桃乌龙色，涂上就会觉得很清透，暖嘟嘟的，就像一颗奶茶金豆一样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。而且它的味道是淡淡的玫瑰香味，特别治愈。 I got you， 我懂你。用上这颜色之后，我会想第二支就是这个 Anytime， 这支颜色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柔，简直就是水蜜桃本桃，打造人间玻璃唇就靠它，有一点日杂少女的感觉，黄皮的宝宝们带妆涂也完全可以 hold 得住。这两个是我日常最喜欢最宝藏的颜色，分享给你们了，赶快去 get 吧。抖音